所以这样子直接对得准，那就没所谓。嗯哼。好，我现在这样直接放上来。来，你这样吹，然后尺这样吹过去。尺是哪吹？这是第一支，多少钱？这支要打开。可以打开，抽出来。为什么那么客气呀？哈哈哈哈哈。没有给你，你要有力量哦。还是我帮你装好？我去这边嘛。嗯，这边。好。不搞怪，这一定要超过这个，然后到时候再裁这个。你的作品大小你自己知道，嗯、那个边都是待会要裁掉的。啊，不要直接两边而已。你就注意你的物件要覆盖住就对了。嗯。然后这里先把它吹好，然后水就用力刮下去，啊、然后你一边刮还一边放。松松松，不是，我给你光给我们看好了。一定要固定住，你才有位置可以推，它才会有拉力。那你就这样走过来，这样子里面有空气，那你要把它推掉。但是我不是要用针扎那个小缝，那就把它关。